现在身体基本上已经做得差不多了，我们现在把身体连接到头部，然后我们再去对比一下这个身体的尺寸，基本上大小跟图纸是差不多的，然后我们再把身体连接到这个头顶，我们可以倒立来戳刺这个身体，就是刚刚留的羽毛向这个头顶伸戳。基本上已经固定紧实了。